我就起不来。婉叔，婉叔，你最清楚，你见过几个吸毒的能戒掉啊？你让阿让他判毒气，他真的能跟你走吗？是是是，哎，警察根本不讲道理，是讲道理。你们需要见可以，但是必须得去登记。听说你怎么从前面说这么做，后果吗？我们知啊。